取一张正方形的纸对折，展开，将一边向内折，另一边也重复这个动作。将这个角沿着中线向内折，另一边也一样折上去。翻转折纸，将三角形的顶部向内折，直到这条线的位置，注意要保持与中线对齐。再次翻转折纸，将两边沿着中线向内折，最后翻转折纸，将底部慢慢打开，然后折好。您的折纸就完成了。